就係、是、白龍關係一出折子戲嚟嘅喎。咁咧飾演白龍太子咧係聯浩生，飾演夫人金定咧係葉美珍小姐喎。嗱，熱烈嘅掌聲歡迎嘅兩位。
见佩戴跟小王发小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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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人希望封锁八道关，要说也不能与内钱半道的，见你楚楚黑面，动你希望言色之心，才有放你出城。今日希望活路通途，今日啊，你真要偷偷暴利呀、啊！你要真正放你一条生路，静啊！Thank you.
奉于你，今日我兵败逃亡，来到此间，你也该容貌一善，谁料你忘恩负义，也不知恩报德，反而把小王打杀，惨遭其害。你真是个无义之人，痛！Thank you.